竟然声音沙哑的原因，竟是半夜去做这件事。投诉最多应该是半夜太吵了，噪音。有的在家里没有办法解决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有的叫得太大声，对，不然我声音怎么会哑？又来要面子？没有了。叫什么？我看恐怖，你跟他讲嘛。对。叫什么？我去内湖跟蓝雀练歌。哦，晚上一起。对，叫我要去青蛙。哦，也叫青蛙安静。对，很辛苦。